套我想要介绍给你们的是呢，是一个比较黑白复古，用黑白的色块以及圆点的复古的元素去做所谓的搭配，白色斗篷或者是驼色斗篷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其实在另外一种风格呢，像是其实比较摇滚朋克一点点的风格的时候，我会觉得呢，在搭配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亮片或是珠饰的一些装饰去在上身的部分做点缀，跟你的下身的亮片再去做选择呼应。那另外你可以再选择一些比较荧光色系的配件，比如说像荧